阿娇传喜讯，五月浪漫出嫁，爽当一师娘。超强大三大女神伴娘团直接抢了她的风头。阿娇要结婚了。香港女团 Twins 成员钟欣桐近期宣布与一届王阳明赖国同将结婚，但是婚礼日期一直迟迟都没有确定。而她的未婚夫曾经与华航林依晨有过一段婚姻，有人爆料男方因为桃花运好，玩心相当的重，让不少粉丝担心阿娇会再度受伤。不过赖国同则发文会好好保护阿娇，这是得来不易的幸福。两人认识不久随即热恋，之后就宣布结婚，进度可以说是相当快。根据自由时报报道，未婚夫比阿娇小了4岁，脸蛋与身材保养相当的好。他们恋爱后男方火速求婚，阿娇也含泪答应，更秀出钻戒希望粉丝祝福。据悉阿娇与赖宏国虽然各自工作忙碌，但对于婚礼相当谨慎，先前双方家长已经见过面，也一起询问了一些婚礼事情。双方家长相当自由，直接把权力交给小俩口处理，希望他们开心就好。两人婚礼传将在五月的洛杉矶举办，预计双方亲友约100人会飞往当地庆祝。许多粉丝都相当好奇伴娘团将会是由谁来担任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伴娘阵容豪华，将由知名的 RSA 蔡卓妍、容祖儿及何超莲将组成姐妹团伴嫁，光是亲友团的住宿与飞机票可能就需要花掉100万。小俩口将在婚礼前几天抽空在周边取景拍摄婚纱照。阿娇美国完婚后也打算在香港不举办婚礼，宴请香港亲友及演艺圈好友。而先前曾说会负责出钱摆酒席的老板杨受成，据悉也会兑现承诺，以嫁女儿的心情为阿娇的终身大事帮忙。赖国同更担心阿娇会不适应台湾生活，贴心的打算一起搬到香港居住，工作则会香港与台湾两地奔波，可以说是爱妻爱到心坎里。恭喜阿娇。恭喜阿娇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